新北耶诞城点灯，辅大正妹陪倒数，记得她吗？她就是因为这张照片爆红的辅大正妹王萱。新北市政府举办欢乐耶诞城活动，下周五将为市民广场上高达35公尺的立体光雕投影圣诞树点灯。主办单位并找来多名辅仁大学正妹、美女主播、外籍男艺人一同拍摄倒数影片，为活动暖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萱，我是倒数第四天的新北耶诞魔法特使。那我觉得耶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，那每年都是跟朋友一起过，因为毕竟没有男朋友，所以呢，希望今年一样能够跟好多的好多的好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，这么浪漫的地方，一起过圣诞节哦。点灯之后，每天傍晚5:30到10:00都会有奇幻主灯秀哦。新闻，台北报道。